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我们的拼音教学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的是音、温、晕。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们一样先来暖身一下吧。安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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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恩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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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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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、温、稳、问，晕云云韵。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式练习之前，老师想先跟大家说明几个拼音的规则。第一，这个音还有这个晕的前面，如果它没有其他的声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加上一个 y， 这个英文字母 y。但是这个 y 它是不发音的，所以我们看到有 y， 我们还是一样是念这个音。或者是晕这样的发音。 OK， 那第二个规则呢，就是在鸡、七、西或者是 Y 这个英文字母后面的这个晕， OK， 这个两点，这个鱼的上面的这两点它得要去掉。 OK， 我们接下来大家一起练习，透过这些练习我们就会更清楚知道这些拼音的规则。 OK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哦。音音音，饮饮料。音音音，乐银铃，森林。音音音，摸银民，民众。音音音，吸印信，信件。温温温，乐文轮，轮子。温温温，喝温昏，婚礼。温温温，科问困，困了。温温温，吃温村，村子。晕晕晕，云白云。晕晕晕，七云裙，裙子。晕晕晕，晕头晕。晕晕晕，西运讯，资讯。 OK， 大家有没有一点点概念的呢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练习哦。民众资讯多，婚礼喝饮料，村子有森林，裙子像白云，困了头好晕。好，大家都说得非常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练习一次哦。民众资讯多，婚礼喝饮料，村子有森林，裙子像白云，困了头好晕。哇，很棒，那最后一次咯。民众资讯多，婚礼喝饮料，村子有森林，裙子像白云，困了头好晕。哇，大家都说得非常好呢，老师觉得大家都进步很多哦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拼音教学，我们下次见喽。